羊汤，如果要止这个沸腾，应该怎么做？要从底下的柴木材怎么样抽掉？抽掉，抽掉这个木材，这个苦的因没有了，水就会慢慢怎么样冷却，冷却，冷却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习苦可以，但是你的方法要对，而不是说我今天遭受到痛苦，一直牢骚，一直抱怨这个，抱怨这个，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要比较的话，比较不来。因此我常常看到电视，像我看到这个 DNA 啊，这个影片，哦，这个美国一个弟弟是11岁得到癌症，这个癌症呢，就是皮肤癌，他不能晒到阳光，他整个脸你知道吗，这整个脸完全都是斑，整个脸完全都是斑，就是黑色素，因为皮肤会自杀，为了抗癌皮肤会自杀，然后紫外线一照射，哇，他整个脸全部都黑的，他本来是白人啊，整个脸全部都是麻密密麻麻的。我看到那个影片啊，哦，赶快去照一下镜子啊，虽然有胃肠痉挛也不错啦，还没有芝麻开门还不错哦。所以说这个果报啊，还是不能说站在自己的角度，哎，那么这痛苦就会习知观知足啊，那么然后哎，要开智慧，然后能认命，就是啊，这个鼎啊，上面的水啊，如果一直沸腾，要使它冷却，应该怎么样？要釜底抽薪，把这个木材抽掉，这个沸腾就会慢慢停止。你想让人生痛苦减少吗？那就开智慧，来开智慧，不可以造恶因，要造善因，要开智慧，不能一直过烦恼的日子，就是要学佛。所以学佛有什么好处？学佛就是要熄灭痛苦，要不然我也不必这么忙啊，是不是？这么辛苦干什么呢？底下是次有灭地之果，回受道地之因，在灭地的旁边写初世果，不生不灭的果。道地，道就是不生不灭的因，就是八正道37道品啊。灭就是涅槃，得涅槃，道就是涅槃的因，道就是因，灭就是熄灭痛苦，这个就是果。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？就是想得到熄灭的这个种种的痛苦吗？我们去极乐世界，生老病死通通没有，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也没有，五阴炽盛也没有，何乐不为呢？为什么要在这个娑婆世界混呢？为什么不赶快了生脱死呢？哦，就知道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要积极的求生极乐世界，要诸恶莫作，要众善奉行，要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，这是诸佛所教导我们的。所以学佛是三大纲领，诸恶莫作，一点恶都不可以去造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，这是诸佛教导我们要这么做的。所以次有灭地之果，回溯道地之因，所以这个不生不灭的果就是灭，灭地，不生不灭的因就是道因。所以我们要修道，要好好的修行，但是修行你一定要碰到大善知识，没有碰到大善知识，要走20年的冤枉路，不一定会转得回来。碰到了大善知识，一下子就切入正法，碰不到大善知识就等啊，10年啊，20年啊，30年啊，有的等到临命终啊才听到师父的法，等到生命快结束了啊，来不及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赞叹在座诸位啊，法师和护法居士，好，回向愿以此功德
底下师父念：回向林汝郎氏，回向林真辉，消灾在座诸位法师，诸位护法居士大德，回向在讲堂点灯消灾以及八度牌位者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本。好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